我们第二次出台，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，您别带着我。怎么这个钱您不想赚了？我不想赚了，我今儿累了。咱别闹行吗？就出一回就行。出现在舞台，第二次出现在舞台，是我们特别喜欢北京的舞台，是吗？北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热情，也懂，对不对？白说了。我就是想鼓励大家呀、把这个场子弄得热起来，是咱们开心起来啊。有的朋友喜欢听相声啊，这是好事儿，是啊。有的朋友说了，相声就是一门生意，对，错误。来看我这个迷之笑容多么有魅力，错误。那您能告诉我错哪儿了吗？相声不是一门生意，那是手艺。我头回听说这词，花一千二跑这告状来了。花一千二坐那儿，你觉得冤得很是不是？退票去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有意思。等会儿啊，翻场的时候我再跟你过去跟你聊一会儿好吗？我在正经表演我的节目啊，当行论还正经。哎，当行论已经好几年没有演了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是吧？愣怕忘了，其实是手艺。什么叫手艺？庸位啊，庸位。好嘴，在北京就得说北京话呀。这是北京话吗？庸位，脸熟是一宝。脸熟。对了，咱们两个大家伙认识。是啊。哎，虽然这两年不怎么红了，但是曾经那是你。不说了吗？别带着我。行，但是大家脸熟，在电视上看到，呵，这不是那谁吗？谁呀、小岳岳。哎，你他就不换台了，哦，他就愿意看了，还有点流量，脸熟是一宝，他当然有流量了，当然了。对，你瞧这模样，裤衩着火，当然了。您就不怕灭不了吗？当然了，是是是是，哎，您是火过，那生意是什么呢？您说说，生出一个主意来赚您的钱，这叫生意。哦，这么解释，生意又叫买卖。有买有卖，买卖分很多种。您说说，有让人的买卖，不让人的买卖，抬头的买卖，低头的买卖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有很多种。哦，这么多种。当然了，您给我们细说说。先说这个抬头的买卖。哦，抬头。现在不多见了。哦，过去有很多。好嘴啊。现在真的不多见了啊、现在不多见了。哎，原来有那弧顶棚的啊，过去住平房嘛。对了，那平房那个顶棚啊，需要人去弧顶棚，宣纸糊棚嘛，他需要抬着头干活，是吗？站在梯子上。哦，梯子。本家站在旁边，哦，嘴里跟人家聊天，手里干着活，眼睛往上看，是那样吗？当然了。是啊，我给您消息消息。哦，好，消息消息啊，模仿。哦，大爷呀、还以为你们没来呢。那姑娘们就算了啊，听着我这瘆得慌。大爷呀、大家庭啊、我跟那么多人聊，我聊不过来呀。那是，那就别聊了。哎，说出来不尊重。大爷呀、就您这个顶棚啊，也就我给您糊。是啊，这换了旁人的啊，糊不了这么好。你下班吧，走吧。我怎么突然就不红了呢？这换了旁人的啊。我有麦克风，糊不了这么紫米。这换了旁人的啊。怎么样啊？糊不了这么周整。是啊。你看我给您糊这个怎么样？那真是刮风不透，火下雨不漏。好，多少年呢？怎么样？都不会皱。嘿，哎，怎么样？是抬着头干活。哦，不耽误干活，不耽误聊天，这是抬头。不不不，现在得讲究啊，说话你得瞧着对方，尊敬他。人家是糊着棚低头跟人说话一样。您的意思尊重本家？哎，对了，拿眼睛跟人家聊天，你得有交流啊。不合适。合适，再来一回。再来一回。大爷啊，还是他们家。就您这个顶棚啊，怎么样？
也就我给您糊。是，这换了旁人呢啊？怎么样啊？糊不了这么好。都好。这换了旁人呢？啊，大奶奶回来了，你看。糊不了这么紫米。是是是。这换了旁人呢？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怎么演？糊不了这么周正。是。你看我给您糊这个。怎么样？刮风不透。好。下雨不漏。嗯。你用多少年呢？啊。都不会皱。是，你看糊着糊着啊，怎么样？天儿可就黑了。对，怎么天儿黑了？把脑袋糊顶棚里了。嚯，他掉在那儿了。这活能这么干吗？这不能这么干，对不对？那什么低头啊？低头的买卖啊，修脚的。哦，现在也有那修脚的。哎，对，现在也有啊。啊，过去也有。是。哎，修脚的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人家的脚啊，跟人家聊天。是吗？边修边聊。边修边聊。是那样吗？一般都是外地人。哦。说话有一点点口音。保底人多，我给您想一想啊。是是是，大爷呀，这个答应他也是有口音的啊。大爷呀，哎，老乡啊，揍您这个脚啊！揍您这个脚，也揍我给您修啊！是喽，这换了胖人呐，怎么样啊？修不了这么好。是，这换了胖人呐，怎么的？修不了这么紫密。是嘞，这换了胖人呐，怎么样？修不了这么周正。哎呀，这换了胖人呐，非得把脚趾头给您修下一个去。嘿，你看看，低着头干活，不不不，眼睛看着人家的脚。行，干嘛这表情？这是，不是这个就不用非得看着脚了。但那位躺着呢，你学会抬着眼皮看看人家，对着聊两句。您的意思是跟谁聊看谁？啊，对对对，尊重人家。这个也不用那么高那买的，这不合适啊。合适，来一回，您来来。行行、啊、行，都是上帝，嗯。一会儿我再演一遍好吗？修脚专场啊。大爷啊，哎，对，揍您这个脚啊，也揍我给您修。是，这换了胖人呐，怎么样？修不了这么好。哎呀，这换了胖人呐，怎么样？修不了这么紫密。是，这换了胖人呐，怎么样？修不了这么周正。是，换了胖人呐，怎么样？非得把脚趾头给您修下一个去。嘿，你看我给您修这个怎么样？五个都木了。哎，对，改机器猫了，这个五个都没了。对，这不好看吗？这太难受了，这对不对？哎呀，大爷又来了，你非得致残几个是吧？不是，我答应人家了呀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换了胖人呐，修不了这么好，还必须从大爷开始。时间有限，这都八点半了。大爷有的是时间，加钱也没用，急死我了。大爷呀，就您这个脚，也就我给你修，换了胖人修不了这么轴，换了胖人不去，五个都木了。对对，愣来，赶紧说完就、还来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前面差不多了、啊，对对对，你们票价那么贵，可以了啊。那个，珍惜时间吧。这是低头、低头的买卖。是是是，还有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。怎么还有这个买卖呢？这叫当铺。哦，当铺，过去叫当铺，现在叫典当行。哎，对对对，现在路边还能看见有典当行。过去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九九归一，讲的就是这个当铺的故事。是，我给大家简单的陈述一下啊。好，一进去之后有一个特别高的栏柜，栏柜特别高。有的说栏柜应该是这么高啊，就顶多到这儿啊。对，顶多到这儿了。嗯，他那个比人还高。干嘛那么高啊？为什么这么高啊？有原因。因为这个，您说说。掌柜的特别气人。掌柜的气人？唱当的这个人特别气人。那有什么气人的？比如说最早没有这么高、就也就这么高吧，正常嘛。人家来当一个扇子。当扇子。先生，你看这把扇子为什么来当当？就都等着用钱，穷人嘛。他拿过来唱当，拉长音儿，拉长音儿，这他们这行的规矩。为什么呀？旁边有一个写当的，让他注意这儿来人了。哦，写当票那位给人时间。哎，哦，当多少？你要不换节电池吧？就这样拉长音儿，和丢转似的。这位听，哎呀，这个东西，你给写十块钱吧。十块钱不贵。十块干脆当了不要，
不要你干脆干嘛？要不说他气人呢。哎呀，那您给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五毛，按提成来的。我努力了，真的。少说话、啊，他们不乐。多少钱啊？10块钱东西给5毛钱？是是是，我抽死你！给一嘴巴，拿起扇子，人家走了。那你追他去？追不上，这有栏柜挡着呢。哦，栏柜嘛，怎么办？嗯，想一个办法。您说，把这个柜台呀、啊、长高一截啊，就不好打了。第二天又来一位，又来一位。比如说当扇子，还是扇子。先生，你瞧这个，当多少？真难来这还。您呐，嗯，10块钱。10块钱。十块干脆。哎，多少钱吧？不要。您说说，多少钱？啊、嗯，4毛。你捣乱吧，又便宜毛。多少钱？啊、嗯，10块钱东西给4毛钱。是，你要昨儿来多好。我抽死你！又喝，又一嘴巴。拿起扇子，人家走了。嘿，再看这边，他又抽我。哎呀，追也追不上，是拦着呢，只能把这个柜台呀、啊、再长高一截，省得挨打。第三天又来一位，来一位，大高个儿。倒霉催的，让人瞧这个，啊、嗯，还是上当多少？想起脸疼来了，10块，10块，10块干脆不要、啊。那你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3毛7分5。好张头，我让你们猜，多少钱？3毛7分5。3毛7分5。啊、嗯，我抽死你、哎！拿起东西，人就走了。好家伙！再看这位还是追不上，那是只能把这个柜台呀、啊、长得特别高，也为自己安全，比人还高。哎呀，哎，当铺的这位掌柜的，嗯，说话拉长音儿，包庇人家东西不好，狠狠地往下压线，他们这行的规矩，还得包庇人东西啊，就因为说话拉长音儿还闹过笑话。您说说，有这么一位掌柜的，嗯，前门大院买东西，嗯，买完了东西要走，想打车，哦，可不是现在的车啊，是黄包车、人力车，人力车去哪儿啊？想去天桥啊？没多远，没多远。嗯，人力车的主人呢，旁边看人家下棋呢。啊，他走过去问这辆洋车是谁的？问吧，一般老百姓，这辆洋车谁的？对，都这么问。是，他走过去，嚯、哦，还得做派。这辆洋车谁的？啊，外国人啊，拉长音儿。是。洋车的主人吓坏了，怎么呢？哟呵，怎么了？摁着车干嘛？我的啊，我还要呢。嗨，以为当了呢。拉我前门要多少？多少？不要钱啊？不要钱？不要钱？这儿就是前门。哎，这嗨，原地踏步呢。I'm sorry， 嘿，这难听啊！我说错了啊！对，您说去哪儿吧？拉我天桥要多少？多少？大哥啊，你要走着去，早到了。嗨，太耽误时间了，怎么这么费劲呢？啊，4毛钱啊，4毛钱。怎么？您坐还是不坐？对，不给话。怎么呢？绕着这个黄包车转了3圈啊，说这么一句话。说什么呀？胶皮不好，回头放炮。他走了。你包庇人家车胎不好干嘛呀？他说人东西不好、啊、他不坐他也得说人东西不好、嗯、哦，就走了。对了，这毛病，毛病。嗯，我对这个啊稍微有些研究。你挺有研究的。稍微有些了解。挺了解。拥为我们后台还拥为有一位演员叫李文山。哦，李先生，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，想当初您没有没有，这家里倒着来，他父亲叫李小山呢，他父亲行三、啊、李三爷，三爷，嗯，李三爷想当初是一个无业游民，混子啊，想找工作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，啊，问问吧，那很多年前，他年轻啊，对，他父亲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说话慢，哟，天生的，天生的，就跟拉长音一样，嚯、哦，经理问他，嗯。您都能干什么呀？都能干什么呀？什么都能干。这是他说的什么都能干是什么意思呢？啊、擦个桌子、扫个地、碎活、杂活他能干。啊，零碎活。经理误会了，哟、啊，
这位什么都能干，是说话还拉长音啊，甭问呢，怎么呢？别的当铺干过，哟，想跳槽上我们这儿来，嚯、哦，行了，兄弟啊，你呀、啊、上我们这儿上班来，你看三柜三。什么叫三柜？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柜？嗯，分头等柜、二等柜、三等柜。您说说。头等柜房契特别值钱的东西，哎呦，头等柜去当。是。二等柜珍珠玛瑙、哦，一些个首饰、金银玉器，二等柜去当。是。三等柜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，日用百货，穷人用的东西。是是是。三等柜去当。哦，你看三等柜吧，挺好。把他叫到后边，跟那个写档的先生俩人一认识，哦，俩人工作嘛，给他一个板凳，干嘛板凳啊？不是坐啊，啊，站到板凳上，要不够高，哎，露出一个脸来，小脑袋，往那一待，是，就上班了，那不挺好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嗯，朋友们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过去穷人多，真来了当东西的了，是，人家当个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挠脖，挠铜茶，铜茶，你当这个呀？哐哐，就那个铜茶，对呀、啊，哎。人家家里老母亲病了，急等着用钱，把吃饭的家伙给当了。这位干什么呢？戏班出身。哦，戏班乐队。乐队。哎，把吃饭的家伙给当了。您看看，蓝布包着，是心情很沉重。对呀、啊，母亲病了嘛，谁乐意当东西？哎，走你。就慌。你再给递过去。递上去了。嗯。啊，这位，呼，三爷。来买卖了，你喝这么快就来买卖了，是是，当多少？你上来就吆喝呀，三个字可就吆喝出去了，是唱出去了啊。说完之后，打开这个蓝布，看东西，坏了，怎么呢？他不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。这么大岁数人不认识这铜镲啊？那位大哥笑了，呵呵，很正常，那是得亏场安静，很正常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看戏的时候啊，看不见乐队啊，乐队得侧幕条，侧幕条有的时候是在乐池，哎，对对对，他用的是那个锣鼓场面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这个很正常。哎呦，唱出去了，当多少已经唱出去了，对呀、啊，但是他不认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、啊、大哥，这东西我不认识，您拿回去也不行，头一桩买卖呀、啊。哦，经理一双眼睛盯着我呢，哎呦，我得给他看看，怕失业，怎么办？他很聪明，这有什么不认识？他问人家当多少啊？他狠狠的往下压价，哦。本家就不当了，那不挺好吗？你拿起东西你走，我等下一位啊，就不用说这什么东西了，多好的主意。好，当多少？多少钱、嗯、这个东西挺贵的、嗯、是20块钱东西，您给写10块钱吧，少当少输、哦、10块干脆。多少钱？不要。多少？我猜到了，这是你们的、嗯、这行的规矩。是，您说给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5毛。这行的规矩啊。多少钱？5毛。10块钱东西给5毛钱？对，还打不着。问题是，我当了。哎呀，他当了。这5毛钱你当他干嘛？这兄弟，你稍微等一会儿。哎，对，都不相信自己听没听见呢。你是什么？我当了，当我母亲病了，急等着用钱，5毛钱也是钱，我可以抓几副药。哎，行吧，5毛钱也是钱，赶紧唱档。孝子，赶紧唱档。嗯，最难的就是唱档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因为他得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来。哎呦，写档的先生写出来。哦，写档票，拿到后边。哦，是是是，档票给人家去拿钱。好，都是这个流程。嗯，写那没办法了。是啊。写。准备好了。哎，写档还挺开心。写档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啊。对啊，准备好了。是，说吧。写、哎、缺钩短拍，现编、哦、编出来了。是吗？缺钩短拍，缺钩短拍，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。救火用的铜草帽，还成对儿了，大哥。铜草帽，嗯，是铜的呀，还是草的呀？那谁知道啊？还只能救火的时候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是铜的话，那不得烫死吗？哎，这嗨，还一对儿。哎，对对对，俩人一块儿救。我天哪，真有意思啊！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5毛。倒是也不贵，真便宜。倒是也不贵，真有意思，我喜欢你的。嘿，
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收获也没撕下来递过去，这位接过来，当东西的，这也泛滥，童草帽，还救火用的，嗯嗯嗯，我救过火呀，是，可我没带过他呀，带烫死你，这个人真有意思，哎呀，你说相声的吧你是，你说这个嘛，你还是个逗哏的，也就逗哏这么缺德，嗯，逗哏的幽默对不对？对。都跟他没文化，嗯，拿着五毛钱回家了，嗯，转过天来这位又来了，干嘛又来了？五毛钱不够用的呀，他得治病。这回啊，嗯，当的是单皮鼓，哦，就戏台上的单皮鼓，哎，笑哒哒哒哒哒，就那个蛇皮蒙的那种，哎，蓝布包着就过来了，还是得蓝布包。这回呢，心情稍微的好一点点，这有什么好的？来，啊，不是你啊，我找童草帽，呀呀嘿。虽然有外号了，他给的少，但是这个人，嗯，幽默。行啊，你这夸他干嘛？三爷过来了，嗯，往板凳上一站，嗯，照影子，仿佛见过你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别废话，嗯，走你。看这个，蓝布赶紧打开，小心翼翼。坏了，怎么呢？还是不认识？对，就没听过戏。嗯，按照昨天的方法来，压价。狠狠地往下压价，是当多少？嗯，考虑考虑，四十，蛇皮的四十，干脆我知道你不要。哎，对，不等说话了，我也是瞎报。哎，对对，抄上算。那就四毛，还就降一毛，四毛，比我猜的少一点点。最多少一毛，少一点点。哎，好吧，是，我当了。啊，大哥，四毛也当。你要不要再想一想？这没有劝人家的，这价都砍完了，你劝人家干嘛？不想了。啊，再想我妈都快死了。哎，对，你这么当下去，早晚得死。来吧。哎呀，来吧。来吧，写当吧。写。唱吧，哟呵，来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我真是最喜欢跟你在一起上班。是啊，童草帽一对。哎呀，昨晚回去跟我媳妇一聊啊，我们俩一宿没睡觉。嚯，太可乐了。哎呀，救火用的。哎，对，还一对儿。哎，对，我跟我媳妇说了，嗯，我们这辈子，嗯，一定要买一对儿。哎，对，这俩作死呢，这是。真有意思，赶紧唱当，哎，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来吧。去死吧你！对，来吧，唱你。这是什么呀？碎木船旧。木头。钉子拼凑。钉子拼凑。钉子拼凑，一圈钉子吗？哦。钉子拼凑。哦，旅行。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。小皮洗脸盆。人物还挺清楚，啊！你让我缓一缓，太可乐了，太可乐了！小皮洗脸盆啊，皮的，是是，能装水吗？对，装完不响了。平时不能用，旅行的时候才能用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媳妇得笑死。都顾及到，太可乐了，啊，太可乐！多少钱？四毛钱。四毛，便宜。哇塞，真便宜，真便宜，太可乐了！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，我眼泪都出来，我眼泪都笑出来了。哎，是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，这位接过来，啊，又犯愣。小皮洗脸盆，还旅行用的？嗯，我旅行过呀。是。我没拿它洗过脸呢。废话，洗过脸不能用了。我都冤得慌啊！嗯，你真有意思。呀呵，你一定是个逗哏的。多不要脸！你太幽默了。哎呀，我甚至有一点点喜欢你。算是他俩粉丝，你说。这位就回家了。是。转过天来，这位又来了。怎么又来？不够用啊！钱不够用。老太太坚持三天了。哎，这回当一面锣。
哦，戏台那锣，一面锣，哦，蓝布包着，是还蓝布。这回来的时候呢，啊，心情有一点愉悦。嘿，对，哎呀，你很快就有一个新名字了，当铺该起名轩了。哎，啊，不是你，这谁呀、啊？我找佟草帽。啊，小皮洗脸盆也行。嘿嘿，认准了、啊，三爷正在里边吃饭呢。啊，三爷，有人喊你。啊。碗差点没掉地下，好，饭碗快砸了。我猜啊，是他来了。对，心有灵犀了，还。我那阵果然没有猜错。对，答对了。对了啊，找的就是你。来吧，啊，打开，这回速度很快了。啊，那是，赶快看看吧。还是不认识。对，怎么办呢？还不认识。当多少无所谓。嘿。头回当铺这么开心，嗯，无所谓，嗯，那就两毛，好，又砍一半，可以，可以，嗯，这不重要，是，赶紧唱当，对，妈，这妈也不重要了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哎，对，我也等不及了，嘿，这俩人得挤得死他，我也等不及了，哎呀，太可乐了，是，小皮洗脸盆，嗯，昨天晚上跟我媳妇一聊，啊、嗯，我媳妇又差点没笑死。对，一宿没睡觉，赶紧唱当。两首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来吧，快唱吧，我也等不及了啊！你们两个人啊，怎么样？都去死吧！那你也得唱啊。行，来这什么？瞧瞧，快快快！嗯嗯，废铜烂铁打造，冶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。我头回听说饼铛有铜的，嗯，今儿又乐一宿啊，三宿没睡了，快。什么？啊，大铜饼铛？嗯，那能烙饼吗？放上去不就糊了吗？对了，该薄脆了。啊，这个意思，铜饼铛，铜草帽，你啊，一家人。嘿。小皮洗脸盆真有意思，是多少钱呀、啊？嗯，两毛，真便宜。刷刷点点洗完了，撕下来递回去。这回接过来，同样的表情，野炊用的，嗯，大铜饼铛，是，太有意思了，对，太有意思了啊！你等着啊，我现在就找东西去。嚯，当上瘾了，这位当时就回家，两毛钱都没领啊，钱都没要。钱都没要，妈也不要了，当时就回家找东西去了。是，他妈在家，老太太死在当铺手里了。就是说了、哎，妈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嚯，我一会儿去，我先去听段相声，太可乐了。这是孝顺，这是不孝顺呢。好的，对，多久？很快，很快。多久？哎呀，赶紧找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、啊。你还别说，什么呀？真找着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帽镜。哦，过去那小帽镜现在不多见了，是是是，打这边看是个镜子，对，打后边看呢是木头，在镶的木头上，哎，镶的木头里边，哎，抱着就过来了，是，哎呀，抱可是抱啊，嗯，镜子冲着自己，怕脆了，怕脆了，嗯，别闹啊，别闹，你一会儿就有名字了，哎，行行，而且有个新名字，哎呀，跟孩子似的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哎呀，走过去了，是，这次心情十分的高兴，哎，三爷呢？三爷，就知道三爷了啊！铜草帽，哎，快快快，饼铛，嗯。其实啊，我没走，对，还不如走呢。我猜你今天就会来，哎，对，有这能耐算命就不好。别废话，铜草帽、啊，走你！哎呦呵，递可是递过去了啊，背面冲着三爷，那木头面冲着他呀。你瞧，还是不认识。他这也不认识，怎么办？啊，当多不重要，哎，不重要，一毛无所谓。哎，对，不给钱都行了，看这意思。不要钱都没关系。哎，对，我倒要听听他叫什么名字。说吧，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等不及了，我也等不及了。哎，这行了，我也等不及了。没他不热闹。缺砖短瓦，缺砖短瓦，木头小影呗一个。打后边看像一个木头小影呗，小影呗。这位一听怎么着？啊、嗯，木头小影呗，木头的。那过两天袖珍四合院要不要啊？嚯，还添呢，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啊，人家说无所谓。哎呀，
他得收档啊，他得收东西，他得把这个东西收回来。是，这一收不要紧，怎么呢？把这个望镜啊转过来了。哟，一转镜子冲着自己了。是，把里边东西都给照进来了。啊，他以为是一回事呢。一回事，别忙，还有，还有，内有八仙桌子一张，椅子两把，暖瓶一个。哎呦，那有一人，是，好像是我。哎呀，我怎么瞧他？啊，他怎么瞧我？是啊。哦，这是个镜子呀，瞧出来了。请您欣赏相声《卖吊票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嗯，还有热心的朋友关心穿没穿秋裤哈，哎，冻着了，哎，行了，就看一眼好吗？瞧这干嘛？谢谢谢谢，嗯，今天是12月8号，对了，2019年12月8号，嗯，这是我们今年。唯一的一次是在北京做商演，这好几年了。嗯，北京做演出，对，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台底下啊，嗯，很多的观众。嗯，今天我觉得这个剧场啊有点大，空旷，而且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这个舞台，嗯，离观众距离呢稍微的远了一些，快一站地了，对吧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我们剧场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安全。对了，啊，嗯。我们今天呢稍微的节奏呢稍微的慢一点，说话慢一点，慢慢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，都能听见啊。今天开场呢比较早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结束要比较早。因为结束这个时间有要求。哎，这剧场有规定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当然了，我们会拿出我们12分的力气，对，奉献给大家。是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拿出12分的热情来回馈给我们，这是大家热情的掌声和笑声，是给我们最大的强心针，啊，是最兴奋的兴奋剂啊！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，给到我们，谢谢。还是熟人多，嗯，哎，大家都喜欢听相声，嗯，这是好事。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，也喜欢说相声，爱这个。那我来说吧，我今年19岁，我从小，今年是19年啊。不是19岁，20多岁，从小研究相声，喜欢相声。你还挺热情的。40多岁，像我们这个岁数，你往死上试试。像我这种古稀之人呢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什么脾气啊。那是那是啊，憋着送你走呢。嗯，经常研究相声。是啊，虽然这两年不怎么红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不往心里去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这是无所谓的状态吗？无所谓啊。我身边的这位老师，您老师啊，是我多年的搭档，10年了，孙越老师，您老师，带的我都不红了，你说。有人喜欢孙越啊，嗯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孙老师，嗯，我想知道你是哪里人，我有什么办法吗？不是，你问就问吧，还要什么办法呀？不是不是，我就北京人。不是那鸭子那个，不用。哎，我告诉您行。谢谢。是这个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搭档。其实啊，大伙儿可能对我不太了解，您说说。我说相声也就这几年的事儿啊，这几十年啊，嗯，之前的几十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你说
英雄就怕见老街坊，你知道吗？谁说卖烤鸭的？谁说的？新疆正宗卖炸酱面的，你？我没听见，我没听见啊。可能对我不太熟悉，不太了解。您好好说说，自己说说。我，唱戏的。你看，都不用我疑问了。真的？您唱戏？你不是说相声的吗？说相声是这几年的事儿，之前的几年我一直是唱戏，而且非常的红。京津上你打听打听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真的？您等会儿。头几年唱戏非常红，对。您在什么上？我听听。京津上。京津上。对呀、啊。这哪儿？京是哪儿啊？北京啊。津呢？天津。上呢？上海啊。那叫京津沪。还京津上。你让这个舞台略显尴尬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废话，您说对了哇！京津沪，非常的有名气。您唱戏还有名气？哎，我给你提个人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提个人我就知道您了。小智子。小智子我可不知道，我知道大痦子。谁叫大痦子？谁叫小智子呀？于魁智啊。谁呀、啊？你是于魁智啊？您可不这么糟践人家啊！你怎么会是于魁人？于魁是长这模样，你不开玩笑吗？人家老生呢，中国第一老生，人家都大腕儿。谁说我是于魁智了？你说的呀。我提于魁智是为了告诉你我是谁。你是谁？我给于魁智蹬三轮这多少年了？你想想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三轮。于魁智蹬着你上班每天是吧？他蹬我干什么？不是你三轮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同行。同行有三轮什么事儿？我们是同行，我们都是唱戏的，京剧。对呀、啊。表演艺术家。哦呦呦呦！最早北京有个科班。什么？科班。您这嘴有点碰瓷儿的嫌疑，我看。哦，科班。哎，有老京剧员的都有。傅连城。对了。傅谭富英。嗯。连马连良。对。成郭富城。没听说过。你别瞎起哄啊！一共七科，哎，七科，喜连复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，您是不识数吗？这十科呀，这是，就办了七科，没有办下去。哦，后三科没办。哎，对了，其实呢，他们转入地下。唱戏的上地下干嘛？哎，对了，又续了七科。哦，那后七科都什么字儿啊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够水的啊！哦，一场不看都难受。七科，那您是后七科的。对了，那您是哪个字儿啊？我是步子科的。哦，步子科的。对，您叫什么呀？步群。哦，那您贵姓啊？岳。岳不群。您挺火的呀。过去很火，现在也火，现在也火。过去很火。哦，岳不群就是您，就是我。嗯、哎，我唱戏唱的不错，很多年了。我可没听说。我经常跟你们这些个臭宣说相声的在一起聊一聊。你嘴里放干净点。你说谁臭说相声的？经常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，是吗？探讨一下戏曲艺术。我们也好这个。偶尔你们在台上也会唱戏，对不对？有有有。前一段时间我上你们后台了，你们后台有一个郭老师。郭德纲老师，哎，哦、郭德纲他看见我了，哎，看见你了，步群先生，我知道你是以前是唱戏的。您先等会儿，我们老板干嘛这么看你？啊，他是个子比较小嘛。哦，啊，不用演那么全，是吧？具体是多小啊？我也是为了以后吃饭啊。这个，对，哎呀，听说你以前是唱戏的啊？是的。啊，哪天给我们唱一回，我们听一听怎么样？好，好不好？冲他这句话，怎么样？激发了我唱戏的心情，我让郭老板激发了。我要唱戏。好啊，唱戏。哎，嗯，北京城啊，嗯，我找了一个剧场，哪儿？保利剧院。给他们打电话。你等会儿，什么剧场？保利。哦，我没问这俩字后边。剧院。剧院。对。哦，那是保利啊。保利剧院，哦，给他们打电话，哎，
那个我是岳不群，你看报腕，我这个礼拜五礼拜六要在这儿唱两天戏，我留着行不行？哦，哎呦先生，这不行，这个我们都定出去了。哦，有人约了啊，佩瑜要在这儿唱戏啊，您换个地方吧。王佩瑜，王佩瑜，哎呦，女老生，大角儿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唱得好啊。嗯，好啊，唱的王佩瑜。王佩瑜啊，她是个女的，女老生啊，她唱老生。对呀、啊，我是个啊，无所谓吧，对不对？自己都含糊。但是我唱的也不错呀。我们也没听过呀。我唱的也好啊。啊，是啊。行，那怎么着？王佩瑜要在那唱戏，那我换个地方。您换地儿，国家大剧院。哪儿？国家大剧院。哦，您定那儿了。那对了。哎呀，非常的大。那是大剧院嘛。我说那个经理，我要跟你聊一聊，我这礼拜要在这唱戏。啊，约场地。啊，五六日，三天、啊，三天，我要在这连唱三天戏，好不好？咱一切都定好了啊。嗯。我让我的徒弟跟他们去对接。哦，还有徒弟？啊，那当然了，我徒弟叫二中，复姓令狐，令狐二中。去对接。令狐冲那是。还二中还？那令狐冲不就完了吗？真行。掐你。您到底是唱什么的？管不着。好家伙！哦，我徒弟跟他们去对接二中、哦。哎，我回到家，怎么样？写海报，写海。您等会儿吧。准备宣传。您太穷了，这玩意儿，自己写海报。怎么了？现在都是团队，自己做完了印就完了，还写海报干嘛呀？他们做那个海报，那都不真实，不生动。我跟你说，所有的海报自己设计才生动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听听怎么生动了。我听听海报自己写。嗯，亲爱的戏迷的朋友们，您先等会儿，您有语病。亲爱的戏迷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人家朋友爱不爱听啊？对对对，多了一个的。哎，这是要甭怕自己写还得。亲爱的敬爱的戏迷朋友们，对了，注意了，开会呢、啊、著名的京剧的大个儿表演艺术家。怎么还大个儿呢？显得阔气。哦，岳不群是括号先生小姐无所谓。哎，这嗨，性别不详。嗯，淡化他。哦，好好好。岳不群要在这儿唱戏。您呀、啊，您等会儿吧。难怪您各位笑啊。废话，什么叫这儿啊？这儿？哎，哪儿哈？那个哈啊。哎呀，还真不会写。就这文化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拼音。哎呀呀呀！要在这儿，呵儿，呵儿，呵儿呵儿，唱戏。哎呀呀！这儿哈儿，这儿哈儿是哪里呢？自己问自己。国家大剧院。哦，好好好。岳不群的戏怎么样？唱的那真是形容词儿，好极了。哦，好极了，真的，真的。您哪不有个成语呢？岳不群啊，打小学戏，学戏，写字带出口音来了都。打小学戏啊，九岁登台啊，非常的棒。一个修饰词没有啊，真的。这除了真的没别的，这什么文化水平这叫？请大家啊，踊跃的来看戏。哎，踊跃这个词怎么样？行了，这都不是成语，这都。踊跃的来看戏。哦，买票看戏，底下有三出戏码。哦，唱三天，一天一出戏。哎，什么戏啊？第一出戏啊，第一出，那叫色狼探母。色狼探母，您行吗？我可以啊。你来谁？那色狼探母，四狼探母。哎，对对对，四个色狼，没听说过。过瘾的跑这儿来，杨四郎杨艳辉。哎，对了，四郎探母霍关剑娘。哎，嗯，第二出戏啊，第二出五加皮。您是得喝点药酒补补了。五加皮，那叫五加坡。五加坡。哎，第三出戏好。第三出戏新编历史剧。还历史剧？梁山伯与伏地魔。什么？梁山伯与伏地魔后边，哎，画一个小扫帚。
还想这个还，哦，还这是神话剧啊、哦！哎，三出戏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怎么样？这三出戏怎么样？非常的好。行了行了，我就想看最后一出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而且连唱三天啊、哦，五六天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哎，底下有票价，您别先别抢票价，您这文化水平太次了，连唱三天五六天，你到底几天呢？三天呢？五六天啊？三天？怎么五六？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？怎么了？五六日，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没想到能侮辱到你。你说这玩意儿，我们也是有尊严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那事儿怎么说说？连唱三天，哦、五六天啊、哦，三天。括号啊，三天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叫啊，三天。干嘛啊一声呢？是警探的作用。但大家伙一瞧，嚯，这有个海报啊。岳不群，亲爱的、敬爱的、戏迷的朋友们，岳不群要在这唱戏，要在这儿唱戏。岳不群的戏，那唱的真是好极了。真的要在这连唱三天，三出戏啊，三天哇！我要看岳不群唱戏啊，三天，它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。这堆没用的话呀！啊，三天底下有票价、哦，票价。我打听一下啊啊，王佩瑜多少钱？啊，王老板，哎，第一排，嗯，贵的票价，嗯，800多。哎呦，不便宜了。听京戏啊，是800多，是是是，太贵了。不贵啊啊。这没相声贵，嗯，相声1000多的票还在山上呢。我告诉你，就因为这场，我得罪多少朋友，我告诉你，真是的。请让我继续说下去，好吗？对对对，您来，您来，来，啊，退票已经来不及了，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。三天啊！行，那票价嘛，不是王佩瑜800多，嗯，我哪能800多呀？你卖不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让您说，孙老师啊，我岳不群要在这儿唱戏，啊，三天，我应该多少钱？不是，您等会儿，岳老师，您是这个直接问的我是吧？是的，那就说明我说话您得听是吧？我听，但是我说的到与不到，您可不能生气，尽量。哎，对，好。我那是为您好，我劝劝您啊。嗯，您要是国家大剧院，您听我的啊。嗯，20块钱一张票。完了呢，就把那个剧场那个座呢，全都拆了，改成沙发。完了，每个观众拿着票呢，有一个足疗师还得，茶水免费，配上点心。完了，台上后边呢放这个《战狼二》。您前面唱您的，我就不信卖不满。怎么样？我替您主意不错吧？卖满了，好什么好？好什么好？多好啊，亲民！你这是在侮辱我呀！我怎么那么爱侮辱你呢？那怎么了？20块钱，不论前后排。哟呵，不论前后排，一律多少钱？2800。不论前后排，一律2800。对了，有这钱我报个团去泰国看看不好吗？我看你干嘛？我那是你们的选择，那是你们的自由啊、嗯！我岳不群是要在这儿唱戏，怎么样啊？三天，我就值，值2800。2800，无论前后排，一律2800，还配个足疗师，每个人都有足疗师吗？嗯。后边放战狼，嗯，我全部唱戏，对，谁听我呀？谁还听我呀？压根儿没什么人听你，好家伙，2800，最起码咱曾经辉煌过，咱厉害过呀。什么叫辉煌过？大海报贴出去，你知道全国多少戏迷都奔北京来了？这么大影响力，都要听我的戏啊？是吗？啊，海报贴出去啊，各大网站、各大电视台、各大广播电台。全都是我的广告，哎呦，全中国戏迷朋友太多了，是是是，都憋着上北京看我来，看你，都憋着上北京听我唱戏了呀，哎呦呦，好家伙，石家庄省知道吗？石家庄市，
病得治，知道吗？石家庄是知道吗？嗯，戏迷朋友太多了。那是，火车坐不上。火车啊，那个高速路车太多，堵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的骑车啊，有的跑步，哎呦，都往北京来，200多公里啊！哎呀，这是石家庄，是内蒙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那可远了。哎，火车坐不上，嗯嗯，那个公路，公路人太多，高速跑步跑不到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马，骑马奔北京，骑马奔，哎，那怎么上？每个人都骑马。那怎么说？象棋怎么说了？象走田，马走日。啊，对对对，说这象走田，马走日。你说这不硌牙吗？这不是内蒙的马啊，走 ETC 哟，高了。哦，哎，跨过那个栏杆，噔，那马就响了，知道吗？那马就响了。哎呀，马就响了。哎，我头回听说。窜过去啊，接呀接呀接呀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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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往北京来。哎呀，还聊天呢，还聊天呢。哥们儿，你要去哪儿？啊，我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哎呀，啊，3天。嚯，还有我要骑马来的哦。都往北京来。是是是，这是内蒙。内蒙。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。那戏窝子。戏窝子呀，嗯，好家伙，高铁啊，怎么样？只能坐高铁了。对呀，啊，对不对？高铁，啊，高铁站人太多了。你什么形容词啊？火车站，啊，站长吓坏了。站长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啊，你都要去哪儿？都要干什么？听岳不群的。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是啊，3天。什么？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？是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呦，多大煽动力！可是高铁啊，坐不了那么多人呢。武汉多大了？哎呦，你瞧这模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坐不了那么多人怎么办？你瞧这是非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一列火车啊，啊，是一列吧？一列一列一列。哎，用词用对了。你问我干嘛？我怕你嘲笑我，吹牛都怕说错了。一列火车啊，嗯，一般都是16节，16节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可人太多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加节。哦，加个2-3节完了呗。加什么2-3节？啊，嗯，再加16节。一列火车32节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都往北京开，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一个火车头拉32节，那拉得动吗？后边弄个火车头推呀，啊，那发2趟不好吗？我是不是又嘲笑你了？我你知道内蒙的马多快吗？我没问你，走，他走 ETC 啊。啊，行了行，郭德纲郭德纲，你把这火车的事先解决了。他到服务区，吁，他能停下来，行了行了，马放水呢，还得。哎，他说这个就发2趟也行。哎，对对对，才反应过来。哦，发2趟也行。行行行，哎，哎呀，这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。是是是，就这么说吧。啊，武汉3天怎么样？空了。得把武汉城腾退了。这城市那么空，哦，行行行了行。这回忆那么重，非得唱两句啊！都往北京来了，是是是是，好家伙，这是武汉，哎呀呀，上海戏迷朋友太多了。你说上海，你乐什么呢？太多了，嗯，马也不行，废话，到这死了。高铁也不合适，没那么多，跑步跑不到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飞机，坐飞机，坐飞机，哎呦呦呦呦，飞机场人太多了，是是是，飞机场厂长吓坏了，厂长。怎么那么多人？机长，那个，你们都要去干什么？啊，嗯，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，啊，3天。好，人太多了，怎么办？可是这一列这个飞机啊，一列一架，一列了一架，可是一架飞机，嗯，坐不了那么多人。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飞一辆啊，低了一辆。您这个我没明白，什么叫飞一个低了一个？上下2辆，哦，上面那个低了底那个。哎，那我问您个科学一点的问题，您说谁先起来的？内蒙的马快呀，啊！我这嗨，内蒙的马走 ETC 啊！这行了，马走 ETC 啊！就这一合理的听着，我都看不清。行行行。您说这飞机吧，这我咋知道哪个起飞啊？那你怎么说出来的呀？急得我都出汗了，知道吗？那是圆不上来了，快，嗯。好家伙，都上北京来了啊！行行行行行，
火车也坐不了那么多人、啊、飞机也坐不了那么多人、啊、一个低了一个一个低了一个、啊、大轮船，好舌头啊，大轮船，大轮船，嗯，好像，可是大轮船也坐不了那么多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自制小木筏啊啊，哎呦呵，赶上孙悟空了，哎，西游记，嗯，你大师兄孙悟空，你大师兄，你大师兄孙悟空，自制那个小木筏啊啊，找师傅那个，哎，行，就那个一家人蹦到那个小木筏上，哦，划来，哎，往北京划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、哎，到不了、嗯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这就是浪的，海面倒映着。这连院子都没出，这个有华丽的，就是谁能想到水里还有那么多人？嗯，对，澡堂子的专场。往北京来了，哎，行行行行，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好好好，岳不群唱戏唱得非常的好极了，哎呀呀呀呀，啊，正好正好啊，家里坐不起那个小木筏怎么办啊？小木筏都坐不起就别来了，你弄一个大木盆啊，往水里一放，哎呦，弄俩擀面棍蹦到大面孔大木盆里头、啊、好，跟水憋似的。我们要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，行了行了啊，逃难去了，哎呀，都往北京来、啊！哎呦，行行行行，全中国都往北京来啊！啊，这是上海，朋友们，还有哪儿？还有哪儿？乌鲁木齐，呵，都关照到了，还得。好家伙，戏迷朋友太多了。对，怎么办？都往北京来，怎么办？高铁坐不上啊，对不对？飞机坐不了那么多人，啊、是，什么马也不行，得骑骆驼呀，跑步也不行，骆驼也不行，骆驼也不行了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来了呗。那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这往心里去了，还那不行，岳不群的戏啊！啊，对，行行，那真是好极了，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，哎，对对，行行行行行，能不看吗？好，都往北京来，来吧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乌鲁木齐的朋友们有办法。乌鲁木齐朋友怎么办？有点代入感，你说，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啊，怎么办？窜天猴，这没听说过。这胡说八道吗？这不，窜天猴像话吗？那个窜天猴啊，各位，那怎么弄啊？那个往身上绑炸药啊！哎呀，不能绑太多了。怎么呢？绑太多容易崩偏。哎，对，到山西了一会儿。哎，绑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哎，一点火，嗖，那就火，一点一点往北京崩啊！哎呀，好，打脸跟一群蚂蚱过来似的。哎呀。一点点往北京崩啊！这糊天儿了，有点儿。好家伙，到了天上啊！我跟你说，全中国的飞机啊，都往北京飞啊！你想想啊，航线它是有限的啊！有有有有，入入入入，它都往北京飞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堵机了。新名词。堵机了。哎呀，是啊，飞机都查到那个北京四九城旁边了。哎呦啊，都飞不动了。哇，这位摇开窗户。还摇窗户飞机？好的了，哥们儿，哎，我先过行不行？哎呀，我先过行不行？是，这位姚开，凭什么你先过？哎呀，凭什么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行了，哎呀，这俩人正聊着呢，啊，嗖，飞过去一个，过去一个还，再给打下来，这俩人瞧哟，哎呀呵，还有窜天猴，哎对，都查在里头了。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哎对对，右手画一个彩虹，哎呀，左手就像一个窜天猴，哎对，好家伙。都往北京来啊，这野猴这是啊！哎呀，我头都晕了，说的我太兴奋了，有点缺氧是吧？对对对，是。北京也装不下那么多人，那是那是那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提前好几天啊，那个国家大剧院，对吧？我说的刚才说的是国家大剧院吧？是是是是，是啊、你还严谨。差点忘了，对，国家大剧院，好家伙，都蹲在门口了啊，都在排队啊，人太多了，是，一直到唱戏的当天，就礼拜五的当天，礼拜五，我决定那天唱吴家坡，啊，提前一天，还没开始呢，啊，比如说晚上七点开始，是，五点来钟，怎么样？台底已经坐满了，嚯，一万多个座全都坐满了，那叫座无虚席呀，这坐满，
人太多了，可以的号召力 啊。那当然了，离开戏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又来了4000来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岳不群啊，3天。经理吓坏了，怎么了？买票的、没票了、没票了，要买票也行啊，咱只能啊，站票了，站票，站票，哎，这哪有地儿站、哎，剧场。只要有空地方都可以站人，哎呀，你看这中间，哎，都可以站人，哦，站人。您打算赚这些人多少钱？都可以站人，2800，不论前后排。这您是前后排是座，这个不论站着坐着都2800。不管。好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就2800。哎呀，哎，离开戏还有一个来小时。又来了2000来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这是3天到的吗？经理都快哭了，哎呀，没票了，各位实在是没票了，没了，要想买票也行啊，对，还有主意，只能蹲票了。您想想，您等会儿，这蹲票怎么卖？我没明白。朋友们，嗯，咱注意啊，这个人呢，嗯，都是上宽下窄，对。不严谨，不严，我这话不严谨。妈什么？反击来的挺快，还。人大部分人都是上宽下窄，对，大部分人、啊。两个人中间这儿还能蹲一个人，啊？就这儿。哦，这蹲人呢？哎，这位往这一蹲啊，站着这位开心了。怎么开心了？好啊，嗯、啊，茶杯有地方放了啊。嚯，肉茶几儿，这是个。离开戏还有。40来分钟啊、哦，40来分钟，又来了好几百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经理说了，买票实在是没有了，没了，茶几都满了。要想买票也行，嗯，只能啊，趴票了。什么叫趴票啊？趴票，这个你看，座位底下啊都是有空位的，腿中间那空单，哎，这一个座椅，4个腿啊、嗯，从最后一排匍匐前进，嚯！爬到第一排，哎呀，哎，就这还能装几百人，哎呀，这为什么取的这是？这位爬过来坐着，这位不开心了，怎么不开心了？哟呵，钻出个人来，嗯，土行孙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安上了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嗯、啊，大哥、啊，大哥，我买的趴票，趴，哎呀，啊，趴票2800，2800，趴票也2000，你买趴票没关系，哎、真狠、啊，我这脚往哪放啊？啊，没地儿搁脚了，大哥，你就放我脑袋上吧。啊，好嘞，就踩脑袋上了。哎呀，这位刚踩上，这扒了脚脖子，干嘛？大哥，等一下，那什么，我喊个好行不行？这还没开始呢，还没开戏呢，你喊什么好啊？对呀，大哥，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。哎，对，太难受了，喊吧，脚一挪开，好。这怎么了？又踩上了，多难受！马上就要开戏了，是是是，又来了20多位。20多位，来了24位，24位，买票买票、哦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哎呀，你看我浑身都崩烂了。啊，这是窜天猴来的啊，就剩下24个，你觉得真不易呀、啊？我们一块来了10000多个，这嚯，就我们24个崩到了，淘汰率太高了。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、哎，不然我们进就不行，我们快崩死了都。哎，对。真可怜呀、啊！经理都快哭了啊！哥几个、啊，实在是没有票，是趴票都卖了，没地儿了。由上到下，由上下没有地儿了。要想买票也可以，有地儿，调票。什么叫调票？国家大剧院啊啊，上面有8个电扇，你信吗？花那么些个钱，还不弄个中央空调？哎呀，传统相声就这么写的啊！对对对，好，您来，您来，来，请展现。我想过很多办法改这个毛病，改不了啊。是，调票啊，正中间8个电风扇，8个电扇的。是是是，各位，传统的电扇、啊、1个电扇3个扇叶，现在也是，38正好24位，就给这24位预备的。老在空中作业，这24位。对了对了，就是他们。哦，他们的票价啊，2890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还贵了？
贵九十块钱。为什么？绳子钱得算上啊。你们真黑呀、啊！你们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。哎呀，把这24个人、绑上去，怎么样？一个个吊上去，24个人不开心啊。那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我们就是这么来的。哎，对，就没招呼地儿的。看个戏还得这么看吗？多难受啊！啊，那没办法呀。嗯，想看就得这样啊。就这样吧。马上就要开戏了。怎么？有10几位骂街了。骂街了？凭什么？啊？凭什么？怎么了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。这怎么还看后头的？经理扒头一瞧，坏了。坏了，这三个扇叶啊，一个冲前，俩冲后，你看这不倒霉催的吗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给他们出一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这个电扇呢，打开。这，也就是窜进猴来能受得了啊。哎呀，骑马来的都受不了，我告诉你。不能快了，无挡不行。嚯，无挡？你损不损呢你？无挡还不如崩死呢那个。五档太狠了，五档一开始就是五档，这24个人双手甩对，底下人直骂街啊，甩零碎，哇，太冷了，对，还火药味呢。后来，哎呀，我真的头都晕了，我真的是，就一档啊，一档，哎，慢慢的，慢慢转起来，哦，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对，一人看一眼就过去了，都能够看得见，哎呀。我后台我都快疯了，是赶快吧，我要唱戏呀、啊。嗯，那天 我准备换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，哎呦，碰头好，是是是，今天我原音呈现，哎呦，原音重现，好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这不花那钱听听戏也行啊，你好，一定特别精彩、啊、来了、啊、对，我期待这个有点啊，一马离了西凉界，就这么一什么玩意儿的，就这么一嗓子，哎呀，就腾台底下就哗，这个好啊，这个骂街呀、啊，早该骂街了吧，骂了街就退票去了，早该退票，我们不听了，我们不看了，别看了，全都走了，是，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？这有24位没走，哦，爱看，他们掉那儿下不来，去你的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，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，本来时间就紧啊。铺盖啊，给大家看一眼，什么爱好，大哥？拿着当披风了你？谢谢谢谢，刚才两位老师演的不错啊。是，天津来的一位相声演员叫刘春山，刘春山，捧哏那位大胖子叫刘哲，对，二刘啊，二刘，他们俩给大家说了一段。刚才那个大胖子胖的没有人样了，是，巨肥无比啊，比他轻那40来斤啊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您等会儿，刚才那个刘哲胖的都没人样。对，还比我轻40来斤呢。对，那我就不是人了呗。这个相声什么就过去了？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你得。好了，站着骂街了怎么改？好好给大家骂骂力气。嗯，给大家唱一回。好。10点前要结束，现在是9:17:31。好嘞，给大家骂骂力气啊。眼神还真好。首先，我们本门的功课，这叫太平歌词。相声本门。有的朋友说了，太平歌词我听过，是不好听。怎么呢？不好听没关系，仔细听。仔细听。嗯。越听越不好听。哪儿这么难听啊？那得分谁唱。哦，分人。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，人家唱得好，我是跟他学的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啊。您直接说您师父名讳这事儿，我就不追究了啊！你在那说你的老师郭德纲，你的手这是，这是个什么意思？度量。你师父度量？你师父个儿都没这么高吧？身高身高身高，还度量还身高？好好的，下别瞎比划，这比划什么玩意儿来的？最少高20公分，我告诉你。这还高20公分？对，那我师傅没人样了，我是吧？那我怎么没人样来着？太平歌词我是跟他学的，是，我也错不了。那是，今天卖卖力气啊！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够喜欢。首先，《博蛇传》
唱给大家。白蛇传，白蛇传，嗯，一条伟大的长虫，白色的长虫啊，长虫在那转，白蛇转，贪吃蛇，这叫一张嘴吃一个，蛇越来越大。哎，神经病，这也就我乐意陪着你玩白蛇传啊。一会儿怎么了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啊，群蛇狂舞啊，不会唱了，就会啊啊，是不是？就跟你会似的。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啊，勤修苦练来得到。算了算了，过去了啊。不会唱你们来干嘛来了？过去了啊。您等会儿，您这是太平歌词吗？这是歌，好好的太平歌词。太平歌词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。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这是太平歌词。太平歌词，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。学唱类，咱北方有个剧种评剧，北方的，唱给大家啊。名角特别多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不必费心地。只要我们这帮有钱人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呢？还赖人家没劲儿了，真有意思。这边的朋友啊，别管以后将你们还会更有钱的，许愿来了。您等会儿，您过来吧。您这玩意儿是评剧吗？这真行。当然是评剧了。不是，咱说的不是歌吗？你说北方的剧种评戏。评戏，嗯，那我哪会啊。那你会越来越不红的，扎我的心。这个不好扎。嗯，这是评剧。是啊，这个戏曲那是评戏。对，那我不会。嗨，那别说了，我就醒，退票来不及了，都这会儿了退票，真不要脸。刚睡醒是怎么着？真是的。给大家唱一个别的啊。好。嗯，没别的了，多恶心。这五环，五环，各位，稍微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。嗯，我每次演到这个时间的时候都会有人喊五环五环。稍等一下，听我说完。五环可以唱，但是一唱就结束了。这是我们多年的演出经验。这场演出结束。对了，最早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，嗯，一上台观众就喊五环五环，我就把五环之歌上了。是啊，就唱完了。嗯，第二次再上台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，听完就走。我现在就拿着五环之歌啊勾着大家呢，知道吧？诚意的挽留你们。哎，要不然一会儿都走了不合适。哎，多寒碜。给大家唱会儿别的。唱什么？这样，孙老师，我唱一首歌让你猜好不好？猜歌曲名。谁唱的什么歌？歌曲名能告诉你。有难度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听这个啊。这有什么难度？这玩意儿
又见炊烟升起，又见炊烟，暮色照大地，又见炊，想问阵阵夕阳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有这钱花的 KTV 不好吗？唱三天都不重样，知道吗？干什么？真行着。啊，有一上一个观众来了，这是一帮神经病，花钱上这儿捧哏来，你这是，真有意思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您，您唱第一句我就告诉你，又见炊烟，又见炊烟呢。谁唱的？邓丽君。错误。怎么？对了，王菲的《又见炊烟》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当然有不一样了。您来了。邓丽君是这样唱的。邓丽君怎么唱？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。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声音很平仄，但是很好听。嘿，王菲比较空灵，是吗？拐的弯比较多。您来来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。想问阵阵炊烟，嗓音独特啊！你要去哪里？还真有点像。他不一样，他眼前就有一缕炊烟。哎呦呵，哎，好好好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是，我再给你换一首啊。换一首什么呀？听这个，这还不简单。美丽的草原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风吹绿草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假肢是吗？你疯了？我拦你半天了，没知觉是吧？美丽草原，我的家。对，这是内蒙的歌曲。内蒙来北京怎么来，知道吗？马走什么 ？ETC。郭德纲，郭德纲，行行行行。哎，知道歌你唱一就完了，这给你换一首啊。中国的歌好菜，都是第一句都是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千里牧场，打起手。你疯了没有？吓我一跳你！我天，我都看见你晚饭了。我好好唱两句，你看你拦我干什么？我猜着你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就告诉你名字就完了，干嘛你这还不让猜了？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，雾里看，雾里看花。我给你唱一个新歌，刚出来的啊。哦，新歌刚出来的，刚出来的新歌。来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哎哎，小船儿推开波。绿树红墙，哎哎哎，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您呀，这是刚出来的呀？你是刚出来的吧？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多老的歌了，经典的歌，这是。听这个，来呀，来，我不会。嗯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。要不咱来一个周吴郑王好不好？怎么了你们？叮当叮当呼噜，吓一跳啊！吓我一跳，而且有的人不会唱，跟着瞎唱就会啦啦啦啦。您自己都唱葫芦娃，这有什么可唱？都多少都会吗？阿莲，阿莲，
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哦，这名这么长呢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无动于衷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你把第一句再来一遍。才看见你的眼泪和。我说点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第一句再来一遍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过火。聪明不聪明？神经病吧你！好好多。过会儿，这是一首张信哲的歌曲。是是是，我很喜欢的一个歌者。嗯，歌种。嗯，歌者，我特别崇拜他。是。他很多歌我都非常喜欢。情歌嘛。后来非常的有幸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台。又合作过。啊，合作过一首歌叫《别怕我伤心》。哎呦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说张老师你好，我是小月，我特别喜欢你。是。但是你这个人比较虚伪，我。哎哎哎。我一不怎么。当面怼呀、啊。太懵了，嗯，怎么了？我哪做的不好吗？是啊，歌词里头体现到你这个人虚伪。哪句啊？这样唱的：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流言，你装作无动于衷。是啊，他哪儿你这想法是？而我，嗯，做不到。燕子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没你我怎么活呀？这两年不是也火过了吗？不玩笑了啊，嗯，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，咱可以一起探讨。大褂新做的吗？对了，我第一次穿。我第一次穿。今天我们穿了三个大褂，中间那个黑色的那是纯黑的，嗯，那是我们经常穿，因为那个比较垂，比较舒服。嗯，第一个那我们管它叫春晚红，对，啊，因为是去年春晚的时候穿过，对，红色的。今天这个带褐的这个，对，啊，这是第一次穿，对，就为了北京的朋友，希望大家能够满意。是。宋情郎一唱，整场彻底结束。宋情郎一唱，连分场都结束了。啊。所以说再等一等啊。嗯。什么？海上花啊。海上花。我昨天发了一篇微博，我说蔡琴老师的一首歌《海上花》特别好听。哦。啊，罗大佑写的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听，但是没学会。够多笨。嗯。野狼 disco， 哇哦。像您啊。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手跟我一起画彩虹。这首歌啊，我真的没有学会，我听不了这种音乐。哦，嗯，我真的真听不了。我前两天在郑州演出的时候，嗯，啊，观众也点《野狼 disco》，我说咱郑州，咱用河南话唱一回好不好？好，底下人歌都啊，左手跟我一起，哎呀，画个龙，画个龙，右手一起画彩虹。要多垮有多垮啊！太垮了。四千岁啊，点什么的都有。哦，四千岁啊，点什么的都有。女儿情，嚯，这首歌我唱过，我跟李健健哥，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在歌手的舞台上，是啊，总决赛牵手没有成功。对，那是歌手吗？那个，给大家唱两句《女儿情》。好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，哇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？
他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一众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。还是歌流行，我很喜欢，我很享受在台上这种感觉。是啊，我只需要起个头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样的钱非常的好赚。是是是，听相声没点才艺还行。拆西厢，盈盈门坐，踢踢踏，少儿托腮，紧要生红娘。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意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本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，唐宋相隔有着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？哎，竹板书，拆西厢，竹板书很少有人唱了，是因为他每隔两句就会有一个高腔。对啊，唱次了就会特别难听，要求这个比较高，要求比较高。竹板书，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唱的吗？爱就一个字儿，爱就一个字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潘玮柏。清水河啊，探清水河啊，差哪儿去了？桃叶那尖上尖。哎，这谁乐意唱啊？这是你们就是为了得得来的是吗？我看现在谁唱都是得得，对，这帮得得女魔。桃叶那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纳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妞儿喂年长那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，合欢丸子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。尊俏好容颜，似鲜花无人采，琵琶断弦无人弹呐、啊，怒号比貂蝉，俺似吕布啊，又好比阎婆惜，坐楼想张三。我唱的不好，是我唱的不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直接来一个，好嘞！这是点的死穴上了。您来不，我来不了。我一会儿翻场的时候，我努力给你们来一个就完了。啊，来吧，现在是岳老师的时间啊。时间的关系，现在是9:37，再唱个五环之歌，然后咱就翻场，跟大家聊起来，好吧？啊！我等大家时间啊！对对对，拿出你的手机啊！一点节骨眼没有。哎，拿出你的手机，想录的赶紧录，想拍的赶紧拍啊！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想发的赶紧发。好嘞，好啊，来吧，赶快！哇，好多手机啊！把场灯可以关一下去。诺基亚就算了啊，像素不行，好吗？就别挑手机了。哎呦，天哪！啊，五环。你比四环多一环啊，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，
终于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谢谢谢谢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咱们一起唱好吗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各位，把你的闪光灯打开。哎呦呵，我虽然不是什么歌手，但是咱们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让我也 happy 一下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呀，这村里来电。哇，这边人好穷，手机都没有。哎，行了，你老挤兑人家干嘛？我发现啊，怎么了？你会你比五环，谢谢我。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希望大家能够自己解决一下啊。现在不是要脸的时间好吗？都关了灯了还要什么脸，真是的真是的。来来啊，好了，咱们把机会给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啊。行了行了，楼下的朋友不要唱了啊，那挤兑人家干嘛呢？楼上嗨起来啊。真没劲儿啊。五环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的破歌啊，唱了十年了。挺努力了啊，你也知道，夸你呢似的。行行行，就这样的歌唱十来年了，我也是真的骗了十来年了。什么叫骗？诈骗。那个，完全理解不了你了。现在青藏高原啊，哎呦嚯，你呢？是谁带来？是我。您冷静一下行吗？青藏高原前面好唱，最后有一句高八度可高了，你行吗？行吗？你想多了。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死半道了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？哟，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谢谢。
首先跟大家道个歉，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，很多来看今天演出的朋友都期待今天会有一个新作品出现。是的是的，但是种种原因今天不能带到舞台上。对，你这会儿问这样的问题让我心情更沉重，自己都害臊了。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呢，一句两句可能也说不太清楚。对，有点不可抗拒啊。我们今天现在是9:44，我一直在揪心，10点前一定要结束。硬性规定，这我没有办法。为什么今天没有带到舞台上那个新节目呢？因为我喜欢在第一场的时候就把它说了，我后面两场我才有更多的信心来奉献给大家。对，但是今天节目单呢是这样出来的，然后就不能改，没办法，所以说呢就哎呀，我退票，对，去你退票，你现在威胁不了我们俩，因为我们俩的钱已经拿到手了，就想再从我们手里拿出钱去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，顶多是演出商上吊，对，不可能，想让我怎么样都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然后今天10点要结束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我们没有别的能力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只能按规定来，现在，只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真的。因为往常我们演出都是7:30开始，今天是7点开。我一听10点要结束，我就急了，我就疯了，我说不行，这必须要早开7点，我想6点就开。大哥还有1刻钟呢，你这个时候的一声再见真的有点扎到我了，你竟然不珍惜你的最后1刻钟。没有你出不了事儿呢。我准备了一首歌，孙老师也准备了一首歌，我马上唱给大家。我先唱啊，您先来。孙老师传底啊。对，我不是，我倒磨倒磨词儿，我怕忘了。老师把一回生二回熟给我。来，把灯光调一下，谢谢老师们。一生。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，这次唱这个歌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。是啊，我刚才站在那儿，我就站在时间的对面，我正对面有个时间，对，现在是侧面，刚才就站在那儿的时候就坐在我的正前方，对，一点一点的在流走时间，哎呀真是心疼，特别心疼，这次能感觉到时间特别的快。关了，孙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，来吧，来，音乐老师放一下，把灯关了，害臊。来，把不惑给你们唱唱啊。人到中年心懒散，好似孤雁落南山，夜风雨早走远，只留岁月在眉间。回想当年，心无杂念，笑看明月
却有缘，一席蓑衣能取暖，为秋雨不为寒。坠入红尘能和谁患难，一声长叹解心宽，残阳西下我不忍的看，不想惹泪落针边。谁听见谁看见，嘿呀，谁埋怨谁喜欢，嘿呀，谁听见谁看见，嘿呀，谁埋怨谁喜欢，嘿呀，谁听见谁看见，嘿呀，谁埋怨谁喜欢，嘿呀。人到中年，哎，行，算是胜利完成任务了啊。嗯，这首歌叫想听孙悦再来一个是吧？别好，别耽误时间，您来吧啊，岳老师，您的专场。这首歌啊叫《不惑》，嗯，因为四十不惑，正好四十了。今年孙老师40岁。对了，我们不像哈，啊，像七八十哈哈。那是你，我们俩在一起今年正好是10年。对，我30岁，我们俩合作的吧？对，我们是2009年开始在一起合作，对，走了整整10年，所以叫。什么响乐10年，对，他们起的名字当时我就觉得很俗啊。是吗？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哈哈，响乐10年，牵手10年，嗯，10年时间，3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们怎么熬过来的，一起走过来。嗯，孙老师也见证了我的啊，从火到不火啊。别闹，别亲，耽误时间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演员再跟大家见个面。这个分别的时刻到了啊，洒泪分别。我们哎呀，对，谢谢我们到场的朋友们，因为我得说一句，最起码来吧，什么型号都有啊。嗯，不喜欢可以换啊，没事。嗯，第一位孙老师介绍。第一位，哎，不认识，孙子昭。孙子昭啊，这是我徒弟啊。第二位尚小菊，哎，岳老师的徒弟，刘哲刘老师，刘哲刘老师，刘春山刘老师，对，于鹤珍，于鹤珍于老师，陈潇华，哎，这是我们今天演出阵容，就这点人，宋清郎唱给大家。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赌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
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57分还有两分多钟，我再给大家唱一遍一回生二回首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大家谁都不要动，我蹦下去，我在这儿跟大家唱两句好吗？安保边别跟找事儿，对，安保他们全傻了，别跟眼睛上找事儿，啥眼睛上？你看看，你唱一遍就完了吗？别唱了。黄水门楼梯。孙老师拦着我说：“这不行，是。”这唱就啥了？不行是吧？一回生二回生。这个谁对不？因为有安保要求。音乐给到我。对。唱一遍，去退场。你知道一个演员多么爱舞台，剩10秒钟，就告诉我10点前必须下去，